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门题解释给你的啥？一定要先找准空的位置。OK， 然后再把卷膜器连接在我们的卷膜管上面。免打孔。最好是你把卷膜打孔，再打个孔。卷膜器和卷膜管连接好以后。然后安装我们的爬升器，爬升器有两种，一种是立式的，一种是卧式的。我们现在正在安装的那种是立式的。